把自己看得太重，是我们另一个顽强的习惯。虽然我们都知道佛陀的教诲，我执乃痛苦的根源，但回到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依然把什么好的都留给自己，自以为是，特别在意自己的那一套，遇到问题就责怪别人。挖取这个动作暗示着内心的恐惧，婴儿出生到这个陌生未知的世界，拳头是抓得紧紧的，我们紧张害怕的时候也都不由自主地握紧拳头，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在担心失去，便一辈子都在抓取囤积，永远缺乏满足感。佛陀教我们布施，通过给予来消除那种贫乏的感觉。有人需要食物，如果我们有食物就给他，有人需要衣服、药品、金钱、安慰、关心，如果我们能做到就去帮助。佛陀布施时，曾经有一个小孩来到佛陀面前讨要东西，佛陀说，你说一句我不要，我就给你。是那个小孩害怕一说我不要就得不到东西，怎么也不肯说。几次三番讨要后，见佛陀依然坚持，小孩只好勉强说了声我不要，结果立刻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佛陀对身边弟子说，这个小孩无始以来吝啬成性，别说行动上真的放弃，就连一声我不要都从未说过，今天让他说了一声我不要，便是为日后的解脱种下了一点善根。从抓取转向舍弃，仿佛是个重大选择，而实际上我们别无选择。不管愿不愿意，我们一生都在失去青春、欢笑、泪水、成功、失败、爱、恨，乃至整个世界都会离我们而去。布施的关键不是这样做到底能为他人解决多大的问题，而是我们能借此学习放下自己的执着。外在的行为久而久之会影响心态，习惯布施的人比较容易让事情离去。以前有一个小偷向法师求解脱的法门，法师问他会做什么，他想了想说，我什么也不会，只会偷东西。法师说，很好，你把自己偷光就可以解脱了。看看现在的自己，仍然活着，仍然能够感受喜悦和美好，尽管几十年的人生
已经遗失许多自认为舍不掉的东西，也都舍弃。我们突然间发现，其实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好失去的。我们自以为经验老道，对什么都了解，而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过是凭概念，靠联想，在理解世界而已。在一般人眼里，白色是纯洁，玫瑰是爱情，海滩是度假，下雨是打不着出租车。事物所引发的联想远比其本身更受重视。可是用清新开放的眼光看事物，亲自去感受认知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，不仅需要勇气，而且还很辛苦。不知是我们的自以为是助长了我们的懒惰，还是反过来。总之，我们现在是又固执又懒惰，并且认为这正是热爱，肯定生活的表现。通常情况下，面对任何一件事物，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判断对的、错的、有利的、有害的、同意、不同意，然后我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开始大声、小声、无声地发表议论，像个喋喋不休的评论员。这种急于判断的习惯和固有的观念，让我们没有办法清楚认识事物。有位弟子给我讲过他亲身经历的一个实验。在高级经理培训课上，老师请学生看一段几分钟的录像，并请他们注意录像中一共有几个白衣人出现。开始放录像了，画面上有一群穿黑色衣服的人在跳舞，他们各行其事，旋转穿插，毫无规律。这时一个白衣人进入画面，扭了几下走开了，接着又有两个、三个以及更多的白衣人进来又出去。学生们聚精会神看完录像，所有人都能确无误地告诉老师前后共有几个白衣人出现过。这时老师微笑着问大家，有没有看见黑猩猩？什么？除了黑衣人、白衣人，还有一只猩猩？全班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，大家纷纷猜测，那一定是躲在背景或角落里的一个猩猩图标，或是某个跳舞者佩戴的小装饰。大家太专心数人数，没注意到这些细枝末节。可是老师说，那是一只跟人一样大的猩猩，还跳舞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全班几十位才智过人的社会精英，居然会缺乏观察力到这种地步？大家谁也不信，
坚决要求老师重放一遍录像，这回不用数白衣人，也不用数黑衣人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只是看录像。果然，录像放到一半时，一个人装扮成一只黑猩猩闯进来，在画面中央手舞足蹈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离开。这回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不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实验吗？我们自以为明察秋毫，但往往只能看见我们想看见的东西，听见我们想听见的声音，而不是我们能看见能听见的东西。佛陀教我们以开放的心去看去听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和听到。当年他在印度鹿野苑初转法轮宣讲的第一则开示便是：此乃痛苦，当知痛苦，身处痛苦中应该了知自己在痛苦中，痛苦就是痛苦，不要把它误解成别的。有一些成见和误解比较容易纠正，我们只需稍稍改变新的习惯就可以，但还有一些错误的假设从远古以来相传至今已经成为真理和常识。我们如果想活得更真一点，有时就不得不做个没有常识的人，甚至是叛逆者。想想那些舍弃今生的修行人，他们拒绝谬误，也不想躲在别人的经验里混日子，他们觉得受够了捉弄，于是坚决远离了这套骗人的把戏，开始真心诚意去认识和感受万事万物。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样坚决，但至少我们可以承认自己无知，不再固执己见，不再懒惰地满足于过二手生活，每天让自己的心安静片刻，只为单纯地去听、去看、去感受。自以为是不仅隔离了我们与当下，而且还使我们更容易受侵犯，也更容易侵犯别人。我们很在意自己的那一套，打开电视总是看见有人在讲自己的心得，怎么做饭，怎么化妆，怎么减肥，怎么成功，怎么理财。满大街的人都梳着同样风格的乱蓬蓬的发型，一到公共场合就都对自己的手机产生强烈的兴趣，大家的心都同时随着股市的涨落而起伏跌宕。可是我们依然认为自己与众不同，很有一套。这种自我欣赏阻止了我们与别人
正确的相处与交流。一些人像是患了某种特殊的自闭症，在任何场合都热衷于自言自语。更多的人呢，不但觉得自己什么都对，而且必须得对。如果别人不能认同我们的意见，便感觉很受伤，很不舒坦。面对任何一个人、一件事、一种状态，你都需要立即得出结论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否则，你就没有价值感、安全感。我们的信念、理想、价值观什么的，往往被利用来强化自我，排斥他人。不信，就看看吵架的、冲突的、战争的各方，没有一个不认为自己有理的。日常生活中，自以为是，有时还表现为自卑，坚持认为自己一无是处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这个观点。这不是自以为是又是什么？自卑与自负一样，遮蔽了我们的当下，使我们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，同时也阻碍了我们与外界的交流。因为缺乏交流，我们感到孤单、孤立，认为自己是唯一的，会放大我们的感受。比如说，参加考试，如果有一半人通过，而你是其中之一，你会很高兴。但如果只有你一个人通过，你就不仅是高兴，简直是欣喜若狂。同样，如果有一半人被淘汰，而你是其中之一，你会很沮丧。但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被淘汰，你就不仅是沮丧，而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冤、最不幸的人。当你处于情绪的低谷而又孤立、封闭时，你很容易就会认为自己比所有人都更悲惨、更不开心。事实上，你的情况肯定比你想象的要好。现在很多人因为承受不了痛苦而自杀。每次我听到这样的消息，都难过极了。死亡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巨大的未知，而未知有多大，恐惧就有多大。死亡的过程中，四大分离，那种痛苦根本不是活着的人所能想象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仍然选择死亡，可见他们生前感受的痛苦的确是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。前面我们讲到，痛苦不是一两个人的经历，而是众生的经历。所以不要相信有个叫命运的家伙在专门与你作对，故意要整垮你。你的感受只是众生普遍的感受，所以你没有被遗弃。如果你能放松下来，单纯的去感知那份痛苦，并且放掉对自己的担心、怜悯、评判，不再只是在我对、我错、我行、我不行的圈子里打转，
而去与外界沟通，愿意欣赏一下花草和晨风，痛苦也许依然强烈，却不会再让你窒息，让你绝望到走投无路，因为此时你的心打开了。也许有人会觉得放掉这个放掉那个说起来容易，而实际做起来委屈、无奈、懊悔、愧疚、惶恐、挫败的感受是那样强烈而真实，不是自己不想摆脱，而实在是无力摆脱。如果是这样，也就不必急于放掉什么，不要再为难自己。你已经很不开心了，有那么多烦恼、伤痛，要放在心里，你该需要一颗多么大的心呢？那么，就给自己一分钟，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自己的心在慢慢扩大，它很柔软，很有弹性，慢慢的，它把这个伤痕累累的自己包容进它的温柔之中，它扩大到整个房间，外面的院子、街道、行人、桥梁、城市、江海、山峰、天空、日月、星辰，专注在那种可以无限延伸的开阔感中。当你再次睁开眼睛，你会感觉好一点。我们拒绝与他人沟通，通常是因为我们觉得那些人不会理解我们，我们排斥他人什么，实际上正反映出我们排斥自己什么。如果你觉得别人不会理解你，说明你也根本不想去理解别人。如果你讨厌别人贫穷，说明你害怕自己贫穷。如果你排斥别人的浅薄、狭隘、冷漠，说明你不想面对自己身上的这些东西。所以，我们只有不排斥别人，才能接受自己。一些修行人为了训练这种开放能力，故意要与难打交道的人相处。印度的阿迪霞尊者来藏地前，担心藏地人太和善温良，自己找不到修心的对境，故而特意把一个脾气乖戾、总爱挑他毛病的侍者带在身边。虽然我们都把自己看得很重，都想对自己好，可令人难堪的是，习惯让我们看上去像个傻瓜，所作所为全都在让自己更困惑、更痛苦。现在就开始改变这些习惯吧，这就是出离。比如下次遇上堵车，看看自己会有什么习惯性的反应：惶惶不安、牢骚满腹、神经质的不停看表、掏出手机开始跟朋友抱怨、
批评前面的车，前面的司机，路上的警察，失灵的红绿灯，或是打开广播抗击，让自己更加心烦意乱，就这么看着自己，不去评判，也不刻意纠正，遇到情况不立即被情绪淹没，而是看看自己的反应，这就是改变。下次再遇上堵车，再看看自己是怎么发牢骚，看表，打电话，一刻不停地折腾。第三次、第四次，即以后遇上堵车，仍然是这么观察自己的反应，终于有一天你会觉得自己可笑，发牢骚，看表，打电话，折腾，怎么每次都一样？不能有点创意吗？所以下次再遇到同样情况时，你会做点不同的事情，真正去听一听广播里的人在谈什么，欣赏一首歌，体会旁边那个司机的焦虑，想想因为堵车有哪些安排需要调整。总之，你不再跟自己较劲了。轮回是一种惯性，不断改变习惯，能让那股巨大的惯性慢慢地停下来。传统上，我们把出离心解释为厌离轮回痛苦，追求解脱安乐的心。痛苦由执着而来，所以我们实际要远离的是执着。而什么是执着呢？什么都可以是执着，这就使出离成为一件不得不心无旁骛、精进不懈去做的事。因为事事处处、时时刻刻都是陷阱。一位修行人曾经去拜见上师江阳清哲望波，路上他把自己的东西全部布施了，只留下一个木碗，那是他心爱之物。来到上师住处，看见满眼的金碧辉煌，他不禁想，人们不是都说下扎一无所有的江阳清哲望波吗？怎么住在这样豪华的宫殿里？这时江阳清哲望波指着他笑骂道，你们这些寻思者，我对这满屋金银珠宝的执着远不如你对那个木碗的执着。说完抢过他的木碗砸掉了。出离就是这样，不看表象，只看内心。西阿荣伯藏历8月25日空行母节日，2008年10月23日弟子整理。今天就读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收听，下期再见，阿弥陀佛。